哎呦，我这姑奶奶呀，你是给我惹了大祸了！万万没想到，带徒弟学挖机的第六天，我的挖机没活了。为了能让徒弟早早的出师，今天我带徒弟上朋友的工地练一练。他这边的话，工地没啥人，不怎么管。我靠，我这徒弟是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，上来就开着挖机跑了。这个地方嘛，干什么活呢？好像说是压那个农田滴灌的管道，本来我不打算过来的，结果我这哥们儿非得说没事你过来吧，让徒弟练一练。我这个沟槽啊是按米算的，一般情况下工地也不管。今天就教你挖沟槽了啊，你说行不行？我也不知道是那边。你看你看，这一听说挖沟槽，哎，乐得牙齿脚指甲一样。哎呀，你说让我说啥好呢？我说行了算了别挖了。我这哥们儿非得说你让挖吧，让练一会儿。这好家伙的，挖半小时了，挖这点沟都不够挖机油钱的。这是你看看，这一回就整半斗嘛，搞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这哟呵，这下行啊，这下越来效果越好了。看我们这学员第六天的学员啊，喂，喂，师傅啊，你快来，你快过来，咋了？哎，你来，你来就知道了，快点。哦，快去，赶紧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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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说挖机不知道咋回事儿，咦！我说不能让他一个练，你非得让他一个练。哎呦，这咋弄的嘛？好家伙，成那个姿势了！哎呦，咦！哎呦，我这姑奶奶呀，你是给我惹了大祸了！啥情况你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，累死我！哎呀，别先下来，下来你看着点，你咋回事？你是挂错档了，咋回事啊？我把倒档挂成前进的档了。哎呦喂，好了好了，看，你看孙师傅咋往上弄，学着点。推土板在前边，你应该是要挂前进档的，往后倒的，知道不？自个儿都懵了，你是把前进档挂成倒档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呀！得亏这是沟槽不深啊，沟槽深了你闯大祸了。哎呦，这种事儿遇到这种事儿不要慌，懂了没？吓死我了，我都。我这不是让你挖就完了吗？你动它车干啥？往后倒一倒嘛，挖在脚跟上了都。车没事吧？没啥事儿，车呢？掉下去了，咱往上弄就行了，也别骂了。哎呀，你把我吓死了，这可不是咱的车，我天哪！今天带没事，就是我们带的时候，我感觉你车要是翻了，那就是危险的。但你人没有啥事儿，啥事儿都没有，都是小事情啊！不要害怕，不要灰心，咱们继续练。不好意思，你的车给你开成这样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根本就不要在意，我根本不在乎这个，只要是人安全，啥事儿都没有的。好好练啊！这下有心理阴影了吧？还敢上去吧？现在不敢上了，腿都软了。人家干的你学着点好吧，主要学的是一个干活的方式方法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儿，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小赞，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